在早上11:43，我们在沃尔玛买，哎呦喂，买 camping 要用的东西，买了好多睡袋，买了好多睡袋，好多吃的，弄不下来了。我们出发啦，走去家。好，我们开始帐篷睡7个人模拟 version 1。我太棒了！看看几号？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几好了？可以，可以，没毛病，没问题。可以。翻个身有点，翻个身有点暧昧，我操的，没法要了，没法要了，我操！你说我是把屁股对这边，是对这边？我操！一屁给我崩飞了！你们俩还真把那点肉吃。来，水漂大赛赛世界赛开始。上 YouTube 看 Winnie 的视频啊！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哎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先秀一下自己的石头。对，这看不着，这看还挑呢，再挑会儿。来这个吧，这个好打。我操！我觉得小的好打。我觉得这适中的好。原来战术不一样。我觉得要。要这种，我这个真行。第一届水漂杯是吧？来，水漂谁跟谁上？裁判第一届威最水漂杯，首一首位每次输了人先上。好，现在就是要笑死了啊！两个来啊！好，手心手背，我们快点。好，我们先来吧。你先来吧。我这一下就打到太远了，3公里啊！我操！
我这他妈怎么赢了？子墨，等等等等等，哎，我操，也可以，一般一般，这有点难价值啊。我觉得开门这个算赢了。哎，这个还行，简单快捷。刁民，刁民，什么什么？丢脸，只有掉下啊！我听成刁民了。我也听成刁民。我也是。哇哇！我操，真的，我这个风格不太一样。因为每次都三级跳，我操！等来最强的压轴，最强压轴。哇！好，冠军诞生，最强打水漂王金子祥，哎，还挺顺口的。最强，我操！第一名最强打水漂王，奖杯吗？有鸭子，有鸭子，赶快奖杯吗？奖杯。寒酸啊！获奖感言，获奖感言，打水漂杯。获奖感言，获奖感言。精美时刻，还有丐帮的打鼓棍。没有什么获奖感言啊。哎呦，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吗？请问是如何练成达标神功的？对，我师父张无忌传授给我了一百多个。第二名了，其实第二名来。行，没了，没镜头了，好，接，咔。